透过启建水陆大法会，地清法师也希望能够圆满水陆空众生。地清法师开示，透过启建水陆法会，让台湾水陆空众生能一切圆满。当然，咱伫佛教界来讲，人绝对是无死，人的下部会随着轮回受苦，这个苦背后就是业力，就是业报，就是业障。那这个业如果若无去台消毒，无去台拔刀，无去台拔剑，难免六道众生的过身了后，有伊的障碍。所以咱佛教界的祖师大德，为着因缘来度尽，即所有过去的六海空种种即个迷伤、即个障碍、即个过身者、障碍者呢，做一个拔剑，互因借着佛力、借着佛的愿力、借着佛菩萨的因缘，啊来拔刀。所以咱佛顶山调性是为民国。84年到今仔106年，已经举办21届追悼，每一届追悼拢受到全省遮个信众、遮个干部组员，乃至咱遮全省的菩萨安尼踊跃来呢参加。这也是我下令地清尽一点仔心，会当圆满咱台湾所有遮个追悼空，所有众生。会当安乐，会当以后未来求生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，早一天成就佛道安。地清法师开示，佛底山朝圣寺从民国84年迄今，每一年都在清明节前举办水陆法会，期望透过明阳两立的水陆法会，让六道众生都能够安乐。十方新闻黄慧茹、邓正璞，高雄采访报道。